们的战况就是暂时白队领先咯。那落后就不要紧，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入我们第二回合抢分环节，答对就会加20分。好，我们要加140分会破表哎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那第一题就先让大家热身一下，我们是会有一个看图找错处的游戏，一共会有8个错处。下面是错的。哇，好快哦，白兔。哦，是找不一样哦。对，现在才知道。我想我的神队友呢？我想说没有错啊，哪里有错？我找到4个，我的猪队友刚刚才发现我们要找不一样。我想说这个东西传说对决没错啊，哪里错？哦，天哪，好强哦！你们可以找一个队友准备好按机。好，准备按机。我们来对一下答案。正确，白队正确的。Yeah, 可以加20分。哦，这个这里哦，这里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第二题的题目。这一道题目就是看技能组猜角色。好，你们准备了。3、2、1。真的，我知道。应该是这边。罗尔，答案是正确的。对啊，我们抽掉了其中一个。然后天堂审判吧。哇，名字都记得了，太强了。是不是？你说出2个。有校服造型的英雄啊？什么校服造型？这边刀锋宝贝娜塔雅，答案是正确的。我听不懂，都不知道。好，然后第四题，我们是需要用到你们的白板的，请你们画出传说对决 APP 的头像。不可以偷看哦！不可以偷看，不可以打开电话哦。这是什么？右下角有一个 logo， 所以红队获胜，可以加20分。请你们画出传说对决最新推出的英雄。好了吗？那个比较像，那个比较像。那我们公布答案，让你们看一下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画的真的是白队比较像。我们有画闪电。这一题就是白队获胜。再来就是第六题，我们是一个情景题来的，是需要你们来演戏的。我在想说等一下是美娜，我是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镰刀。你们两位都想要玩中路，你们就是在一个要抢路的情景之下，你们要说服对方让你玩中路，把路让给他。3、2、1 action。 我已经选了，我已经选罗尔，我已经选好了，我们都胜率100%。在我的青春里面谁打得赢我？职业的，在我的青春里面谁打得赢我？职业赛吗？丽丽已经被分掉了，选什么掉？对面已经分掉了。我是打野，他中路很稳。好甜，我觉得是红队这一边，因为乐乐说了观点。你有什么要选罗尔？队友还问他为什么要选罗尔。最后一题是要安静听清楚的，因为这是听语音猜角色。好，听好了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进，答对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分数，白组就是120分。红组呢就90分。那两个回合下来，我们现在白组是领先的。棒棒。我们最后的最终回合获胜是会拿到50分的。那我们现在公开最终的回合就是1对1大 PK。那你们两组派出谁来对战？好，小葵必胜，有加油哦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吧。开始。你们可以说一下你们挑什么英雄吗？罗尔。罗尔对决。我好紧张哦，正在打了。哇！干扰。我队友好像比我还忙。佛系对手。我在呼呼啊。呼呼。林子颖。哇！好紧张。好紧张。要收第一个头了吗？第一个击杀出现了，白组拿了首杀，好巧哦！一边捧他一边干扰，烦躁。来了，哦，红队也杀了白队一次了。没事，好紧张哦！一个惊险，我打了这么久还没分出谁。啊，快出去！
还在吵。你的戏，你的亵渎。其实我觉得小锤真的技术略高一筹。哦，剩下第一座塔咯，红队优先推掉一座塔。噔噔噔噔噔。就说我们会逆风胜吧，我们是慢慢的咻咻，别嚣张太久，别嚣张太久，加油加油，红酒胜利啊，红酒胜利，好，那我们最终的挑战就由红队获胜。那不如你们说一下刚刚获胜的秘诀是什么吧。通常我是买，我先买防装。法师点塔一定要买逆中，拆塔会比较快。推塔游戏，推塔游戏，哦，厉害！那我们战犯的队伍呢是要接受大惩罚的。哇哇，好像很好吃，好绿哦，吃，哎，很香哎，很香，可以咬一下，而且料很实在哎。好的，这不辣的，最好的那个，我可以帮你咬一口。等一下，他咬一口，咬掉不是瓦萨比的那一趴。中间没有瓦萨比啊，那没有瓦萨比的地方被你吃掉了。它有瓦萨比的地方，中间没有包到。对，它中间没有，我把你外面的瓦萨比吃，但其实它没有真的到那么辣，它酱淋在上面。嗯，没有，这很酱好不好啊？毛酱哥，对啊，你刚刚咬蛮大口的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是他那个饭团的瓦萨比特别多，不要难过，就算输了也不要哭。你问他们来试一下，他这个好像是很辣，其实还好。他是中间的，我觉得很辣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我可以再吃一口。他这个好均匀哦、喔，连里面都有。不会啊，他把它都吃掉了。你是不是真的有点饿？我是真的有点饿。好一团和气的感觉哦、喔，一点也没有惩罚的感觉哦、喔。不会，看到了，那不要哭。很后悔昨天没有好好练习，想出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颁奖给我们获胜的队伍吧。获胜的队伍是可以得到丰富的买卡奖品哦。我觉得除了，因为主播的话，我当时会背一些技能啊，我比较没想到注意那个画。刚才特安娜生的功，我真的是有点回去气到了，已经说了出来了。气死我！对，我们都知道射手有哪些是女的。嗯，其实我们在5分钟前就赢了。我们有赢一阵子，领先5分钟。不管是什么都是逆风胜，不管是我们的比分，跟我们投数什么的推塔，我们都是逆风胜。这个才是什么王者？好会讲，好会讲，好会讲，王者夺冠吗？都是我们一团和气的，恭喜一下。